举开不开心？不行。我都松了一口气。有什么话想说？红布还好吗？本来哦，如果司法单位哦有问题哦，可以传讯的，他不需要在清晨的时间里的，然后出动用搜索的方式里面去搜索台湾主要在野党的主席的住处、办公室，还有中央党部，特别是去搜索台湾民众党的中央党部，无法理解他的目的是什么。那么他们在搜索以后查扣手机跟硬碟，在拿里面的资料去编故事，在这两天当中可以说是极尽压迫跟凌虐。在最后答辩的时候，我直接跟法官讲说，所谓的金华城840%的容积率，其实当年在送进宋公公开展览以后，再转送都委会和都市计划委员会以后，我完全没有去过问，因为作为市长不应当去过问单一个案，所以后来那个容积率840%，其实我完全不知道，直到今年3-4月间媒体开始闹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才第一次知道说这个案子的容积率是840%。都跟他讲说，这个案子其实也没有，也在目前的所有的证据，也没有证据说柯文哲有去干预过这个案子。最后，在答辩的时候，直接跟法官说，从检察官这两天的询问方式，我已经知道他们的态度相当明确，所以我跟法官说，请你不要为难。其实这一次。真正辛苦的是法官，他扛住了最后的压力。好，我们回去。答辩会场，请各位回去休息。因为今天呢，我觉得这个法官算是扛住所有的压力，但是也要谢谢今天所有在场我们的支持群众，谢谢你们，我们大家辛苦了，请大家好安安好平安的回去哈，休息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。